20多岁的一个男子马某，他当时呢是过来取钱的，然后在取钱的过程中呢，他是从他的那个右手的裤子口袋里面摸出一个打火机，啊，摸出打火机以后呢，他就先是在这块点了一下，没有点着，然后呢，后来又到这个取款机的上面，也就是这台机子的上面，那台机子呢，它上面有一个塑料的贴的那个广告牌，就是标识，然后他把那个用打火机点着了。